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解第五十三面，五十三面第三行，从第二句看起，啊，第三行。 第二句看戏啊，经中二十叶居止，佛土，表无量佛土，法藏比丘设无量佛土为一极乐净土，是即。 华严中，一切诸法同时同处，为一大缘起而存在，具足相应之意，是为实玄之总门，实以本经之总相，本经是以。 同此一大缘起而出现也。这一段呢，是解释《无量寿经》《智心精进品》里面的一段经文。这段经文。 是法藏比丘啊，阿弥陀佛在因地修行的德号。经上说：“于彼二十叶居之佛土，功德庄严之寺，明了通达，如一佛刹，所摄国度啊，超过于彼。” 有这么一段话，黄年老在此地简单给我们解释：啊，经里面讲的二十页巨纸，二十页不是数字，是表法的，啊，代表圆满。在习惯上，无量寿经。 跟佛说阿弥陀经，多半是用“七”代表圆满。啊，“七”的意思是东南西北，就是四方、上下，加上当中，啊，这“七”的“七”代表这个意思。<coughs> 华严呢，用十表法，这从数字一到十是一个圆满啊。华严宗，以中国宗派来说，大小城十个宗派的教义啊，都在这一部经里面啊。密宗的表法。 十六，16, 啊，我们后面会读到，啊，这个这个，呃，十六正四，啊，此地看到二十页巨纸，这都是密宗常用的表大圆满的说法，啊，所以此地不能把它看成了数目字看看待，啊，它这个意思。 是表无量佛土，也就是说，心星,星是变，一个也不漏，啊，通通包含在里面发展比丘把无量佛土里面的优点全部啊。 采纳了，设方一切过度里面的缺陷，完全都不存在，所以这个世界称之为极乐世界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这个里面，当然。 佛的威神，这是第一个因素。第二个因素呢？众生不造恶业。如何叫众生不造恶业？这一桩事情啊，佛也做不到啊。佛能叫众生不造罪业，我们现在地球人。 造的罪业是无量无边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报图、啊。释迦牟尼佛能叫我们这些人不造罪业吗？所以不容易啊！当然，世界的成就，像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，无量因缘。 经典里面，佛又常常告诉我们说：“心、佛、众生三无差别，这是三个力量啊，心啊，我们讲讲能量啊，啊，心的能量、佛的能量、众生的能量，平等的，这三无差别啊。所以，佛能不能度众生？” 佛不能度众生，这是实话，啊，那佛怎样叫度众生呢？佛所说的，我们要听啊。世出世间的大圣大贤，他所以能成就，确实，他有三宝。 要靠这三宝，这三宝是自信三宝，是什么东西呢？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佛就能加上了。啊，众生能把这个力量发挥出来，佛能帮助你。啊，你比如说我们敬宗家念佛往生，我们念到。 功夫成片，功夫成片，也有三倍九品啊！上上品的功夫成成片，灵命宗师，佛来戒引，佛戒引首先佛放光，佛光助照啊。 就把你的功夫提升一倍。你看，你上上品往生，佛一提升你，你变成什么？你变成事业心不乱了。啊，这个要知道。如果你是上中辈，你的功夫啊，功夫成片是上中辈，往生的时候，佛光一铸造就变成上上辈。啊。 你念到上上辈呢，佛一照的时候，你就变成，你就不再同居土了，你就生方便有一土了，啊，提升一个阶级啊！那我们功夫只有啊，呃，下下平往生，啊，临终佛一照的时候，哎、啊，下中平往生。 是这么个道理啊！佛的加持跟我们自己功夫是相对的。啊，如果我们这个功夫练到四业心不乱，上上品，那佛一光，佛光一铸造啊，你就变成离业心不乱。 啊、生十宝庄严土了，这个道理要懂。所以我们自己的能量要要要发挥出来，啊，那就是佛在经上怎么讲，我们真的经念的熟，意思懂。啊，念的熟意思不懂不行，啊，一定要懂意思。 依教奉行，啊，把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些道理，真正变成了自己的思想。啊，经典里面的教诲，那就是借条。 啊，帮助我们呢改正错误的行为，佛的这个力量啊，才能够加持给你。如果你自己没有没有这个佛想加加不上啊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。 我们决定不能做不但不能做我的念头都不能有，啊，那你就会常常得到三宝加持啊，尤其是念佛人，肯定得阿弥陀佛加持你，你哪有不成就的道理？ 基本的修学，同学一定要记住啊！这修净土的同学，净业三福啊，啊，这是净土中最高的修学指导原则。这里面讲三条，你只要有一条，哪一条？第一条。 第一条做到了，第二条、第三条没做到。第一条做到了，你就能生凡身同居图。啊，第一条是什么呢？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饰善业。 怎么落实？孝亲尊师落实在弟、啊《弟子规》啊，《弟子规》落实，那就是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这两句做到了。啊，慈心不杀了，落实在《太上感应篇》，英国教育。 啊，你真正能做到啊，你是真的善人呐、啊！啊，所以后面呢，十善业道不难呐、啊，你很容易就做到了。啊，修十善业，啊，这样子，能有这个条件，对于净土，深信不疑。 一心求愿往生，这个念头，偶一大师说的好，这就是发菩提心，一项转念。你不是菩提心，你不会想求生净土；想求生净土这个念头，就是大菩提心啊！这也是过去祖师大德没说过的。 哦，叶大师所说的，啊，印光大师对哦叶大师这一句话的赞叹不止。他说：“这真的是阿弥陀佛度众生的本源。”啊，所以这个法门叫“万修万人学。 啊，这善导大师说的这一段经文，让我们有个基本的认识，那就是法藏比丘能将。 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的精华啊，吸收别人的好处啊，善法，你在西方极乐世界全部都能看到，你都受用到。十方世界里面有很多不善的。 极乐世界完全没有，不但你看不见的，名字都没听说过。所以，阿弥陀佛也就像中国古人讲的“极大成者”，啊，祝福的善法了，他通通极大成，啊，全部都在极乐世界。 啊，所以这个佛国度、啊、超越十方一切诸佛刹土，啊，超越了，啊，超越的原因我们要懂，你就一点都不会怀疑了，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啊，像现在我们学多元文化。 啊，我们真干了！我们也是从这个经典的《无量寿经》得到这个启示啊，集大成呐！啊,啊，我们澳洲金钟学院今年下半年正式开宗教经典教学啊，我们首先开两门课：《古兰经》跟《圣经》，新旧约。 啊，我们请专家来指导，啊，担任我们学院的教授，我们正式来学习。啊，我们要学习所有宗教经典里面的精华，啊，来补充我们自己所学习的。 电器，这不就集大成吗？啊，我想这个这个道理并不难懂。啊，我们的修学才真正达到圆满。 这就是《华严经》里面所说的一切诸法同时同处，唯一大缘起而存在，这是事实真相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说的，同时同出。经典里面呢举的例子一尘。 叶毛段叶尘是叶微尘呢，是正报里面最小的。虽然是这最小的正报，这个里面呢，有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信息，一个不漏。 一沉如是，一毛端一如是。这个很难懂啊！但是它是事实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它成性，它是自信。自信里面没有大小。 所以芥子纳须弥，这佛在经上常说的，芥菜籽很小，里面可以把须弥山藏在里头。啊，须弥山没缩小，芥菜籽没放大，哎，它居然能容，真的能容。啊，须弥山成信 芥菜籽也呈现。一毛端呈现，一未尘也呈现。只要是呈现，决定没有时空，啊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先后，没有空间，没有距离，发发。 圆融自在呀、啊，没有障碍呀、啊，离思无碍、事事无碍的境界啊。那这个境界，佛在经上常说，为正方知啊。你要想真的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 你自己入这个境界，你就全明白了。啊，不入这个境界，听别人讲，那是也算是知了。是是解悟，不是正。 啊，你听懂了，听明白了，记住了，嗯，有这么回事情，自己没真的，没没见过，啊，所以这个悟开悟里头有两种，啊，解悟跟正悟，解悟、啊、也行，在教下的时候啊，得先解，解了之后啊，你去行，行的意思是什么？行的意思是去证。 啊，正是要入这个境界，入这境界，你真的得到受用了。啊，这是自信的心得。啊，一事无碍、事事无碍的时候，这受用，你全都得到了。啊，我们今天有障碍，不是无障碍。 离有爱。我们没有办法觉悟啊。事也有障碍，事太复杂了，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烦恼。如果要无碍，那我们就没有事，就没有没有障碍，没有烦恼了。 从烦恼当中解脱了，啊，所以理有爱，是有爱，理事也有爱，事事也有爱，这些是六道轮回啊，烦恼束缚啊，啊，经常常讲束缚啊，你从这些地方观看，你就感觉到确实，我们被烦恼束缚了，啊。 那么舒服就造业，啊，思想言行跟性德完全相违背，啊，这是造业。那造业呢，也有果报，啊，果报是什么？六道轮回。你造的是善业，三善道，就赶到三善道；如果造的是恶业呢？ 那就是三恶道，你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！啊，佛法的修学，第一个目标就是超越六道轮回。 啊，六道轮回是个梦境，不是真的。当我做梦梦做梦的时候有，梦中境界也清清楚楚，醒过来之后就找不到了。啊，轮回的现象也发如是。我们现在多次做梦，哪一天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六道找不到了，梦境。 如果佛菩萨在经典里面讲的这些事，我们真的懂了，真的相信了，没有疑惑了，我们也能得少分受用。这少分受用是什么呢？对于这个世间一切诸法了，能放下。 不再把它放在心上了，为什么呢？知道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真能放下，真能放下，在佛经里讲叫得三昧了。啊，三昧功夫深，就会开 啊，开悟是起种境界了。啊，悟有小悟，有大悟，有大彻大悟。啊，分很多等级。啊，这个里面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信息，就是。 变法界、虚空界是一个缘起，这个比什么都重要。像前面所说的，一发成一切法，一切法起一发，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。 同一个生命共同体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法界、虚空界里头万事万物，跟我们自己是什么关系？这个关系太密切了。我们说一家人。 一家人距离还很远，还是佛经上说的好：“共同一发生呢。”啊，这发生是什么？发生就是肯定法界虚空界里面一切万事万物跟我是一生一体。 这个认知，就是大乘经教里面讲的佛知佛见。啊，《法华经》讲啊，入佛之见呐。啊,啊，入佛之见的人就成佛了。啊，你跟佛是同样的之见，同一个看法，同一个想法。 啊，这个也很不好懂啊！为什么呢？跟我们一般的常识完全相违背。啊，芸芸众生是自己吗？花草树木是自己吗？山河大地是自己吗？啊，太虚空当中的宇宙现象是自己吗？是一点都错。 学识自心变现出来的啊！这个这个，呃，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“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”，心是自己的心，识也是自己的识啊！真心是一个，阿赖耶也,也是一个。 啊，所以这是十学门的宗门呐，因为它是一体，它当然相应，它的存在当然是同时，当然是同处。啊，这个概念比什么都重要，我们念佛。 佛就有感应，为什么？佛跟我们同时同处，菩萨跟我们同时同处，这感应才那么快呀、啊？啊，自信，便一切处；阿赖耶便一切处。啊，阿赖耶是什么？ 七心动念分别之处。七心动念是阿里耶识，分别是第六意识，执着是第七识，同时同处啊，心心识变呢、啊，这就是一大运气啊。所以具足相应。 居住相应的道理，就是同时同处一体啊！这个里头的意思太深太深了啊！那么，这是讲摄学门的总门，也是无量寿经的总相。 总门跟总相的意思是一样的，这就说明《无量寿经》跟《华严经》是同一类呀，是同一部啊，啊，是本经，实实在在也是。 同时，一大缘起而出现的。那、啊、换一句话说，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是同一个大缘起而出现的。礼上如是。 是也如是啊！莲池大师非常谦虚，华也云中之言啊！无量寿经呢，分数语言的谦虚。 下面有句《全池功德瓶里面一句话啊：“全池是七宝池，八功德水啊，西方极乐世界说七水，夜夜随众生意。” 水是一法，众生意也，亦是众生之欲，是多法了。这底下说的是众生所欲，水之冷暖、缓急，冷暖是温度。 缓急是水流的速度，前身。各个不同。这、啊、而此一水呢，能同时同处满足一切众生的心意。水是一法。 众生之欲是多法，而此一水能同时相应于一亿众生之一此正是同时具足相应之玄门也。我们从这个地方。 得到一个很大的启示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是学门在哪里？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，没有离开呀、啊，而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啊。所以，《华严经》上有一句话是总说。 一,一切一切、嗯，一切皆一，没有离开，同时同处，没离开。 啊！无量寿经上具足《华严经》十玄的意思，我们细心去看一切经，你就会发现信德的究竟圆满。 我们接着看，何况此水，复能同时波扬无量微妙音声。啊，这水里头有音声。或闻佛法深深，乃至。 甘露灌顶，收卫生，在《还原经》里面，在《还原观》里面，我们深深体会到。 任何的物质都有精神现象，在觉悟的时候叫见闻觉知，是自性里头本有的。啊，世尊在《华严经》上告诉我们：一切众生。 借由如来智慧的相，众生一微尘是不是众生？是众生。一毛端是不是众生？是众生。为什么呢？众曰合合而生呐、啊。 是最单纯的了，没有比这个更单纯了。这个单纯的怎么是一种重缘呢？这个重缘就是佛法里面讲的五蕴，五蕴是讲的根本法，就是讲一微尘，就是讲一个基本粒子。 不能再分割了，它是最小的了。啊，它有物质现象。啊，物质这个物质的现象，佛经称它做地大。地是物质现象。 它有温度，温度称之为火大；它有湿度，湿度称之水大。它是动的，它不是静止的。啊，动用风来形容它。你看，一个物质现象，它有地水火风、水、火、风的四大。 啊，这四四大，活活的呀、啊！那他还离不开精神，啊，精神是精神是受想行识，迷了叫受想行识，啊，觉悟呢？觉悟他虽然不现现象，自信里头有见闻觉知，自信里面有德相。 啊，不行的时候，在长寂光里面，啊，它不行不行，不能说它无。显示出来的时候，能生万法；显示出来，你不能说它有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。啊，弥勒菩萨说：“一弹指。” 三十二亿百千年，念念成形，形皆有实。啊，它存在的时间，啊，是一弹指的。三十二亿千百年的当中的一年。啊，我们用弹指弹的快的，啊，一秒钟。 弹的最快应该可以弹五次，如果弹五次的话，照弥勒菩萨这样说法，那就是一万六千兆啊，一万六千兆分之一秒，你这速度多快？我们没有办法想象。 想一个念头，那就不知道多少，啊，这是量子力学里讲这小光子啊，啊，它所累积的，啊，相似相续的这种现象，它什么存在？不存在，不能想象的。 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现象，全是幻象啊！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了、啊。你要想分别它错了，你想占有它就更错了，无法占有啊！啊，要了解它事实真相，你可以欣赏。啊，你决定不能占有。 啊，是据为己有，错了，那你就造业了。啊，这是佛经里面所说的科、啊、学上的问题。啊，那么讲相呢？ 这个现象里面呢，有色声香味，就是这一个极小的物质啊，这一个光点，虽然时间很短，它具足色声香味啊。那个日本江本博士啊，用科学的方法来观察，看到色相，音声没听到，有音声呐。 无量微妙音神呐、啊！哎，这个音声里面它有受罚的音神。那换句话说，你心里想听什么音声，它都能够给你心心电的感应，它的音声就发出来了。你想听念佛真的想听阿弥陀佛，他就念阿弥陀佛。 想听释迦牟尼佛，他就念释迦牟尼佛；想听观音菩萨，他就念观音菩萨。太微妙了！啊，除了音声之外，它有香味。啊，具足色声香味。 三味三色身相味是自信的心德了啊！从哪里来的？自信本来就是。的啊！所以佛菩萨教导我们，这个东西五欲六尘别去向外求。 啊，向内求。啊，那个真正修行、想得道的人，啊，他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都放下了，他不需要饮食、啊，他的命怎么活下来的？现在我们懂了，自信里头有养分。 可以源源不断的供给他，那真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是这么个道理。啊，自心本有，啊，我们现在是迷失自信，了，所以有对我们不起作用所以我们倒要外面来找，来养这个身体。 啊，真正觉悟人，他不向外找了。啊，这自性里头圆满具足啊，向外求错了。啊，佛法教人向内。啊，经典成为内典。 我们再继续看，德文如是种种深意，其心清净，无著分别，正直平等，成熟善根，随其所闻与法相应。这就是你想听什么，哎，正是你想听的啊！你想听《华严经》。 这个水流的声音就是在讲讲话《话。严啊！我想听音乐，那流水听的时候正是在左右啊。两个人一起在听，两个人心里面想的不一样，他听到的都不一样，又互相不干扰。 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不诚信，啊，这个世界才真正叫幸福美满呐、啊！每个人互不干扰啊，啊，听到之后，他心清静，他不生烦恼。 啊，是的，没有分别，正直平等，成熟善根。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切入这个境界，但是这里面能够学的，我们尽量学。啊，这几句话，我们虽然他举了一个听。 听闻了啊，听闻是耳根了。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眼见啊，耳闻、鼻嗅、舌尝啊，身的接触。 在六根戒出六尘境界里面修清净心，那就真修行呐、啊！啊，怎么样心才能清净呢？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心里面清清楚楚、明白明白白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 可以受用，不可以拥有。受用里面也没有分别之处。你的清净心呈现去，你的平等心呈现去，这真功夫啊！ 这是什么呢？这是禅定。所以定，定定是活泼的呀，定不是很多人误会呀，认为一讲到禅定就想到盘腿面壁，那是粗学。啊，真正入定的人，行住坐卧都在定中。 他心清净心嘛，平等心嘛，那就是禅定吧。啊，坐着是心清净平等，站着也是的。啊，跟什么样境界接触的时候也是的，真的是清净平等。啊这个功夫用久了，豁然大悟，那就是觉。 无量寿经上经体上讲的，清净平等，开悟了。啊，清净是世间产品平等除世间产品啊，清净是声闻菩萨的定，觉。 是佛的的，啊，这平等觉是佛的的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能明白这个道理，能学认真去学习，真修行。 啊，真功夫啊，不在形式啊，形式那些都叫初学的，啊，幼稚园、小学的叫初学的，啊，学会了之后，一定在生活上用得上，在工作里面用得上，处事、待人、接物，通通用得上。 记住，用上是什么？清净心，平等心。永远是清净平等。外面什么境界都不会干扰你啊。顺境，你不起没有贪念，清净平等；逆境先前呢，没有成恚。 啊，永远保持清净平等，这叫真修行呐、啊，这叫真功夫啊！一切时、一切处、一切静缘之中，这个静物质环境，缘呢是人事环境，啊，都是清净平等觉啊！ 这个人，在华严会上称他做法身菩萨。啊，他没有觉，他有清净平等，那是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。啊，到他有了觉了，他就超越十法界了。啊，他就是法身菩萨了。 真的是佛了，不是假佛啊！所以我们现在要学的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无诸分别，正直平等，这两句话重要啊！能这样修法了，成熟善根呐、啊！你有善根，善根人。 成就了，熟了啊！善根熟了，成熟了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生十报庄严土啊！随其所闻，与法相应啊！这两句话在世上讲。 有浅深不一样，什么时候才才有这个现象呢？至少你心清净了，你就有这个现象。啊，随其所闻呢，与法相应，能信、能解、能行、能证，这叫相应啊。 其愿言文者，这读文字。你想听听的，你听得很清楚，啊，在耳边上就是；不想听的时候了，无所谓。啊，我喜欢听佛讲经。啊，跟我坐在一起，他喜欢听菩萨反呗。啊，个人听的。 就是个人心理一样的，不相妨碍呀、啊，没有杂音呐、啊，静随心转。我们现在不行，迷失了自信。我们现在是心被静转。 啊，这就是在什么境界里面，我们清净心不能现前，一定找个很清净的环境，什么声音都听不到，啊，心比较能静下来。这是么？我们的心被境界转。哪一天境界，你的心能转境界，你就得自在了。啊，清净心现前，才能转境界。 啊，什么样境界都不会干扰你了，永不退于阿耨三三藐三菩提。啊，这这个这一句话很重要，这一句话说明了他是什么地位呢？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，初注以上。 他超越了说法界啊，永不退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佛法里面唯一希望正德的一个目标啊。这一句话可以翻成中文啊，因为。 他是佛门的第一个指标啊，所以尊重他不翻。音译过来啊，阿、啊、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要翻呢，阿、啊、翻做中国的意思是无啊，六度罗翻成中国意思是上，无上。 啊，三藐三翻作正，秒翻作等，正等，下面三是正，菩提翻作觉，整个翻就是无上正等正觉，是可以翻的，啊，不翻是尊重，啊，学佛不求别的，不绝不求名闻利养，啊，学佛就求无上正等正觉。 啊，阿罗汉所得到的是正确。菩萨所得到的是正等正觉，佛所得到的上面加无上，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所以佛、菩萨、阿罗汉是佛教里面学位的名称。啊，这个是得到这个学位的条件。 只此一水呀，就这么一、一、举这个例子，举这个水的例子啊，但能与同时同处满一切闻者之愿，个个闻其所愿之法，且随其所闻与法相应，这水的功德不可思议啊！ 这叫八功德水呀、啊。那除了水之外，啊，水是这从流水的声声音上来听到的，啊，水向上。 是不是也表达？是的，也表达。啊，同样一个景观，看山，看水，啊，看树，看花。 每一个人心里的感觉不一样啊，那不也是随一切众生心吗？各个感受不相同啊，确实如此。啊，所以佛讲的好啊，佛没有定法可说。 啊，为什么有不同的感受呢？因为你分别不同，执着不同。你是你的视线不同，为时所变，感受是你为时所变的。啊，真正能做得到放下妄想、分别执着，你才真正接触到自信。 没有言说能够表达的，不但言语没有法子表达，想象也达不到，叫妙法了啊！无上甚深微妙法了，啊只有见性的人他才能享受到、啊，他也说不出来。 啊，释迦牟尼佛，是以无比的善巧方便跟我们说出这么多经。啊，他的境界，我们能不能真正的契入呢？不能，在文字上不能。你的放下妄想、分别执着，你就能了；你要没有放下分别执着，是你自己在猜想。 哎，我想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距离真实意呢，肯定还有很大距离。啊，愿结如来真实意，只有发身菩萨才能做到。啊，不是发身菩萨做不到。啊，这个离根思。 我们都必须要知道啊，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才晓得怎样用功，这个很重要啊。今天大家都知道，整个社会的动乱啊，从媒体传播，你们知道的比我多。这个地球上灾难频繁。 每一天都有啊，频率越来越多，灾害越来越严重，这为什么？为什么极乐世界那么好？从来没听过极乐世界有地震、有水灾，没听说过啊！那也没听到华藏世界有什么灾难呢？ 啊，什么原因？啊，这灾难从哪里？灾难是我们不善的心念所感应的。啊，你要记住，同时同处具足相应的道理在此地。 那极乐世界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那一边的居民是什么样心态呢？届时祝上善人聚会一处，他们那里的居民都是上善之人，是没灾难的。啊，什么叫上善？ 烦恼习气统统断尽了，叫上山。啊,啊，妄想还没断，分别执着断了。 能不能成善？难。菩萨的大善啊,啊！妄想分别还有，执着断掉了，阿罗汉的善，在大乘法处的小善啊，小乘的善嘛、啊。 啊，极乐世界是大成。啊，凡圣同居土虽然烦恼没有断，可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啊，他们的待遇，他们的享受，等同阿弥月智菩萨。 那就是上山了，阿位也只是上山了，啊，都是上山之人的。我们要修到上山可不容易，上山要达到华严经圆教粗住，要达到这个这个等级，啊，才是上山。可是极乐世界这个地方。 非常奇特，所以十方诸佛赞叹，生到那边去啊，哪怕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也是阿弥陀佛菩萨的待遇，这个不可思议，真的，难信之法。 啊，所以我们对这个法门决定不能怀疑。啊，这个说法，许许多多的菩萨都不相信。啊，菩萨不信，我们凡人的时候听到真正相信，一天不怀疑。那是呢，山根深厚，没有山根的人不行啊，要靠山根啊。 啊，善根时能信能解，福德时能愿能行。啊，真正想去，真肯干，这个人就决定得事。啊，那我们知道，我们这个社会的乱。 啊，这个这个这个，呃，灾难的这么多，啊，生活过得这么苦，啊，身心都不安，啊，这是什么？所有一切不善造成的。阿弥陀佛，这个世界为什么能把这些人这种善念、善行永远能保持？ 他用什么方法？设方世界去往生，程度并不齐啊。程度要齐，哪来的三杯酒品呢？三杯酒品就是说明程度不齐啊。为什么能造成极乐世界？给诸位说，天天讲经，天天教学。 没有一天中断呐、啊，不但没有一天中断，连一分一秒都没有中断。啊，极乐华藏，你细心在经典里面去观、去去去去体会，啊，去观察。 他那个地方没有政治组织。极乐世界的国王是谁？不知道，啊，没有。极乐世界有没有大臣？没有。极乐世界有没有新市长？没听说过。那极乐世界有的是什么？这就两种人：一个老师，一个学生呵呵。他是学校啊！啊，阿弥陀佛在那里办的是是是呃。 变法界、虚空界的佛教大学啊，到那去念书的只有两种人啊：老师跟学生，没没听说有其他行业的人啊。而且教学没中断，学习没中断，所以他成就快呀、啊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于是我们就。 悟出一桩大一桩大事，我们这个世界要想化解灾难，啊，要想长治久安，靠什么？靠教学。这中国老祖宗厉害，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。你只要把教育办好，啊，今天科技发达。 解决这个问题容易呀、啊！啊，国家不要多麻烦，培养五六十个老师，啊，每一天用这个卫星电视，用网际网络，啊，天天跟大家讲伦理道德、因果，啊，科学、哲学这些科目，天天天天上课。 一年，地球上什么灾难都没有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人的思想都都成正了，啊，念头一转，灾变就不会再发生了。啊，这个世界再大的灾难，能不能救？能救。 啊，只看我们念头能不能转。啊，最近我看了一本书，啊，是一个同修送给我的。 这个书叫《解读末世预言》啊，中文的翻译本。这是科学家提出的一些数据啊，确实正实，意念主宰一切。 啊，有一位科学家专门研究原子的，啊，他得到这个结论，啊，非常肯定，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存在。它物质是什么？量子力学里面讲的光子，这种光子累积连续的现象，啊，通通是波动现象，波动的频率慢。 就变成物质，啊，变成固体石头，啊，山河大地，啊，速度再快一点呢，啊，就变成植物，啊，再快一点呢，变成动物，啊，最快的呢，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光波、电磁波，全是波动现象。离开波动现象，一无所有。 这个跟佛经上讲的相同啊，是啊意念能改变一切，不善念念头能够把山河大地呀、啊、感应为种种的灾变。如果你这个心态很正啊，正就是。 符合大自然的规律，我们中国人讲道德，大自然的规律是道啊，啊，五能是道啊，五常是德了。顺应大自然的道，你去生活，啊，你的思维言行符合大自然，那就是德。 啊，这是信德。那我们中国人讲道德，总归拿起来，十二个字就讲尽了：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、仁、爱、和平。我们起心动念不违背这十二个字，言语造作也不违背这十二个字，社会很快恢复安定。 世界上许许多多这些灾难，逐渐都没有了。那如果我们我一辈子十二个字，啊，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，那个麻烦就大了。啊，社会怎么能不乱？ 念头同时同出，具足相应，那山河大地，它有感应呢，它就变坏了。啊，佛在今天告诉我，水灾从哪里来？贪婪来的。啊，火灾现在地球温度上升，这都属于火。 温度上升，怎么来的呢？尘灰。那风灾从哪里来的？雨吃，靠了，这贪嗔痴慢疑。现在就是地球上许许多多所谓自然灾害，它的真正的因就在这里。佛教我们两句话：应对所有灾难。 非常有效，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个人身心健康，家庭幸福，事业顺利，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。两句话了，你相不相信？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。啊，病因拔掉了。 啊，怎么落实呢？教学，天天教啊！所以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讲的是什么？就是讲勤修戒定慧啊，熄灭贪嗔痴啊！啊，佛的经典分为三大类，叫三藏经典。啊，经藏、律藏、论藏，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戒、是、定慧。经藏讲定，律藏讲戒，论藏讲慧。 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四十九年，天天在教学，天天跟大家讲戒定慧啊，啊，用戒定慧来对峙贪嗔痴。他不是迷信他老实说，他也不是宗教啊。 啊，天天跟大家讲经教学啊，用现在的话来说呢，他一生所从事的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。 而且是个义务的老师，啊，教学不收学费，学生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，不分国家，不分族群，不分信仰，只要你肯来学，释迦牟尼佛。 非常热心的教你。我们学佛，首先要把这个老师认识清楚，你才真能学到他的东西。你要认对他认识不清楚，你会走弯路啊。 啊，所以开经记上讲的好啊，“愿结如来真实意”，啊，“无上甚深微妙法”，他讲学的内容，我们做学生要愿结如来真实意，你把的意思解错了。 他没有过失，过失在你呀、啊。他真有办法帮助你、啊，让你在这一生当中过得幸福美圆满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幸福美满是你自心里头本来具足的，不是他给你的。你现在不过是迷了而已。啊，他来把你点醒，哦,哦，你一觉悟全得到。 啊，所以佛教学，啊，把你教了，你也成佛了。佛不居功啊，不，你要感谢我。你看我成就了你，佛没说这话。为什么？你本来是佛。啊，你一成功了，佛心里头痕迹都不着。你看，他保持清清平的觉，啊，毫不受影响。这是真的。 啊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啊，我们对这个社会、对一切众生做最大的贡献。啊，做再多的好事，心地要清净，不能有丝毫痕迹，叫三轮啼哭。这就对了。 啊，如果你自己有成就感，你是凡夫，是做了很多好事，你脱不了六道轮回，你还在三山,山道受保，为什么？你心里头有，<laughs> 你有这个有有这个业因呢？他当然受果报啊。佛菩萨不受果报，他做再多的好事，心里没有干干净净的，所以他不受报。这个道理要懂。 啊，你要是不懂的话的时候，还做这些像的话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，那就错了。啊，人做再多的坏事，也不是真的，是他迷惑颠倒干错了事情，啊，他心里面有有这些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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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这个念头。 他在六道里头三恶道受报，如果他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果报就没有了。他超越六道轮回了。啊，所以，我们对这个世世间大众，他行善也好，他作恶也好，行善我们赞叹他，他作恶。 我们看到了，决定不能把它放在心上。放在心上，我们的心就坏了。我们的心本来是善心、清净心，把他那些恶念、恶行装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的心不起，变成他的垃圾桶了吗？那我们的心不就变坏了吗？哎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！ 啊，应该怎么样呢？应该要学习像佛菩萨一样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心里不乱，痕干干净净。啊，根本就没这回事情。啊，也不可以放在口里常常谈。啊，他做错，那就错了。啊，那不是他造业，是我们自己在造口业。 与他不相干，过人造，过人手，啊，我们不要被他的所转了，啊，他影响我们了，那错了，不可以，永远保持清净平等就在经题上这五个字太好了，这叫真学佛啊，啊，所以今天大家。 都盼望着，都期待着和谐。啊，和谐要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。啊，上一次我在此地也是为了。 社会不安定，灾难很多。特别提出六合金。啊，只有和谐、和平能救世界啊，能救社会，能救这个地球啊！佛法的六合讲的太好了。 现代的科学家也告诉我们，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。一百万人的城市，能有一百个人。 断我修善，积功累德，认真修六合金这一百万的城市这个地区不会有灾难。一百个人是少数啊，那这一百万他们是多数啊，多数人造业，少数人能救得了，能？什么原因？ 邪不胜正，他一百万人在，他是邪；你这一百个人在，才是正呐、啊。邪不胜正，这个正思维、啊正念、正行，它会起很大的作用。 啊！科学家跟我分析，分析有道理，非常有道理。啊，我们在《大成经》里面得到佛的信息，在这些典籍、些书籍里面看到一些科学家提供我们的信息，我们对这个灾难就有了信心了。 在那真的可以改变的啊！从哪里做起？从我们自己内心做起。如果我们有志同道合啊，所以现在有些地方啊，我们发起三十心念的一百个起。就是连续七百天。 这是什么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给这个一般宗教里面的祈祷完全相同啊，能够集合几百人，每一天依照这个仪规去做，会起很大的作用啊。灾难纵然不能够化解，它能减轻。 灾难的时间能缩短，这是肯定能收到效果的啊！但是要知道，这是治标，不是治本。啊，祈祷是治标，非常有效果，尤其是集体意识的祈祷，其作用很大，啊，真有效果。 啊，那治本呢？治本靠教学。啊，讲经教学、啊，这是治本呐、啊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今天的社会需要什么东西来治？伦理的教育、道德的教育、因果的教育，只要这三种教育普及，啊，我相信有一年的时间。 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。啊，能有五六十个老师，就可以救中国，就可以救世界。啊，老祖宗的话了，是真理呀、啊！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呐，其他东西做不到啊。 只有教学才能做到啊！这个事情我们从前做过实验啊，那个实验是做个联合国看的，做成功了啊！我在安徽庐江汤池小镇。 啊，最初我们有三十七位老师，在那个地方推,推行推行《弟子规》啊，三十七位老师自己先做到，自己做不到不能教人，自己做到了，下乡入户来教学，身行研教。 啊，不到四个月，这个小镇人的良心啊，都都唤醒了。出乎意料之外啊，我们以为教学，总得两年三年才能收到效果，没想到，不到四个月，成果卓著,著。 社会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，啊，让我们真正震撼到、感感触到，老祖宗所说,说的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真的不是假的，啊，人是这么好教的，啊，这是我们老祖宗的德厚啊。 我们的文化底蕴很深呐、啊，虽然丢了将近一百年了，一换就行了，这出乎意料之外呀、啊！啊，我们将这桩事情在联合国做了详细报告，啊，值得大家做参考啊。 如果是引用这些媒体，先进的这些科技，啊，来做详实的报告，这个效果多大？ 我们今天啊，汤池走了三年了，我们的教学解散了啊。不过马来西亚呢，再继续再走啊，汤池有大概有二十位老师。 啊，在吉隆坡教学非常难得了啊！可是影响很大啊！世界上许多国家啊，特别是我们晋中同学啊，对这个都非常重视的，是好事情。 啊，因为念佛的通修，终极的目标都希望呢，将来能够升到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，《弥陀经》上说的很清楚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那么换一句话说。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条件三个：善根、福德、因缘。啊，善根是什么？能信、能行、能解，这善根。啊，福德呢？是能行。啊，能行能正，往生就是正果。 啊，因缘是缘分，你这一生当中能接触到佛教，能接触到大乘，能接触到净土中，这缘分。啊，这三个条件具足，决定的神 啊，佛在经上也常常讲。啊，刚才我们是是这个提提到过了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居民都是上善之人。啊，那我们如何达到这个条件呢？落实《弟子规》，条件就具足了，《弟子规》一共。 一千零八十个字，里面讲了一百一十三桩事情，你能都把它做到，啊，《弟子规》是六合敬的基础。啊，为什么六合敬这么难？因为你《弟子规》没做到，你做到《弟子规》，你做到感应篇，六合敬自然就成就了。 啊，这很重要啊！经典一打开，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常常叫着善男子、善女人。啊，他说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我们得想一想，我们包不包括在其中？我们有没有这个条件？是不是一个善男子、善女人？ 啊，佛法这个善女善子有标准，他一定是《弟子规》做到了，《感应篇》做到了，《十善业》做到了，这就是佛经里面所称的善男子、善女人。如果你不具足这些基本条件，念佛往生没把握。 你到那去，人家审查你资格不合啊！你不是一个善善男子善女人，你到那去去作乱了，你把人都带坏了，那行吗？极乐世界不能不能被你破坏呀、啊！啊，所以你必须有这个善根啊，这个都是呃善根福德因缘啊，一定要在我们这个世界把它完成。 啊，那么这个三样东西，啊，就是，呃，是《弟子规》感应篇十三页，啊，我相信一年可以学好，啊，一年的时间。当年我们在汤池，啊，我是期望老师们。 四个月落实《弟子规》，我给他是四个月时间，没想到啊，他们两个月就做到了，所以我们非常受感动啊！啊，两个月做到之后，他就可以下乡入户去教学啊。这个小镇四万八千人啊，他们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。 把人都教好了，太难得了。说明中国人民是全世界最优秀的老师，啊，听话了，真干了，那个,个个都真干了，所以《弟子规》普遍在落实。啊，真的像古人所说的，啊，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。 啊，每一个人良心都发现了。那么通过这个实验，啊，我们才有胆量跟这些国外从事和平工作的人，中国传统东西现在还有效。我们做实验做成功了，啊，这不是假的。 啊，也有一些专家学者到唐池去参观、去学习过。<coughs> 我们看幕后这一句啊，这讲随其所闻，语法相应哈。可见华严实玄之总门一。 具体显示与本境啊，这个同时居足相应门呢、啊，这是释学里的这个总纲，在无量寿经里面有啊，而且非常明显。 啊，我们要学习，在学习过程当中，细心去体会，社学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多去做。啊，你能够把这十十门，这十门是纲领，掌握住了，你就能入华严境界。啊，华严境界在哪里呢？没离开我们。 啊，就是现前的社会，你是华严更新，你就是住华藏世界；啊，你是弥陀更新，那你住极乐世界。啊，想住极乐世界，要跟阿弥陀佛同心、同愿、同德、同行，阿弥陀佛的心。 就是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啊！我在上面加了两个字真诚，在下面又加了两个字慈悲，一共十个字：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这是阿弥陀佛的心。 我们起心动念与这十个字相应，你跟阿弥陀佛同心啊！阿弥陀佛的愿是四十八愿，所以，我们晋中同学的朝募课诵，我编了一个小册子，早课，我们是。 读诵的经典就是《无量寿经》的第六品，四十八为什么选这一品？我们把这品念书。把阿弥陀佛四十八变成我们自己的本愿，跟阿弥陀佛同愿啊！阿弥陀佛的心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。 啊，专讲这个，在这一部经，三十二到三十七，这经比较长，一共有六品经，里面叫什么呢？ 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内容无也是善。啊，并不很高啊，我们都能做得到啊。啊，为什么做不到？那是我们缺乏基础，基础就是三个根啊，所以这三个根非常重要。你能把《弟子规》落实，感应篇落实，十善业落实。 这一段经文，你全可以做到。阿弥陀佛的心啊，心同福，愿同福，行同福。后面你往生西方净土，就是国也同佛了。 真正是善道萨斯所说的“万修万人去”啊，一个都不会漏掉。啊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不但是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，给诸位说，永远脱离十法界了，无比殊胜。 这个机缘多难得，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我们在这一生遇到了啊，彭吉清居士讲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啊，我们也遇到了，遇到了而不肯学啊！ 这个过失是在自己，那你就是大错特错了，啊！遇不到，那没有话说；遇到了，不能往生呢，你错了。啊！我们在轮回当中，下一次再遇到，不知道到哪一界，很不容易遇到的。啊！所以这桩大事一定要在这一生当中完成。 我们认真努力学佛念佛，不但度自己，还能够帮助这个地区安定和平，这是多么大的功德！啊，刚才讲了，一百个人认真修行，啊，依照经典里面理论方法认真去学习。 你就能够可以帮助这个城市，一百万人居住城市，这个城市少灾少难。这是多么大的功德，多么大的好事！如果我们的道场啊，所有的同学一起都来落实。 六合金成为一个六合金的僧团，这个功德可大了。因为一个六合金的僧团成就了，祝福、护念，龙天善神保佑啊！这个地区不会有灾难了。这个地区很大了。 啊，你看香港这个周边，啊，北面中国大陆，啊，韩国、日本，啊，周边那些台湾、菲律宾、越南，啊，这一个地区都不会有灾难，一个六号生团出现。 我们肯不肯发现？肯不肯发现？认真的来学六合经。在道场学，在你家里面去实现。啊，你在这里学了，回到家，你的家庭就是六合经的道场。你自己带头。啊，一家人相亲相爱，和睦相处啊。 你是幸福美满的家庭啊！啊，心态好了，事业当然就顺利，肯定的。啊，你的人际关系好了，人缘好了，啊，完全在自己发现，在自己认知，真干。 啊，希我非非常希望，啊，这个僧团的时候，已经几百年都没有了，啊，能在香港出现，这是奇迹，啊，肯发心，我深深相信佛菩萨保佑，啊，佛菩萨来护持这个道场，来成就这个道场，啊，也是。 成就大家的幸运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